春风岁月首唱会。你是否还记得那首小风中最纯真的爱情？你是否还记得那首一封家书带给你的感动？你们好吗？你是否还记得那首谁能告诉我中深情演唱的青年？没错，他就是中国民谣教父李春波。他的音乐犹如散文一样，为我们讲述隐去的岁月中一个个精彩的故事。2014年，李春波推出全新专辑《岁月》，以其固有的创作方式加入全新的音乐元素，再次带领我们走进李春波的音乐世界。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音乐现场。各位好，我是张鹏。大家好，我是田思思。大家好，我是李茂。大家好，我是方玲。娃哈哈营养快线提醒大家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大礼包一份。这个说到现在的音乐市场真的非常的活跃，每天都有很多新歌出来。那可能有一些歌呢是有一段时间比较火，那也有的些歌呢是某些人比较喜欢，但是真能做到男女老少都喜欢都会唱的少之又少。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位歌手就做到了。其实当时呢，你几乎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大街小巷，你都会看到男女老少在传唱他的歌曲。当时我们还没有神曲这个概念，如果拿现在的词来形容的话，他应该是神曲之王。没错，而且他的歌曲呢，当时占据了所有排行榜的冠军，而且唱片推出半年内达到了100万的销量，完全是唱片业当时的奇迹。没错，那一年还被媒体称为小方年。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拾美好的回忆，有请李春波。有请。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好听吗？谢谢。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谢谢。
我不忘怀，谢谢你，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小芳。不瞒您说，这真的是我，哪怕是我们的父辈都听着这首歌，也不至于那么早吧？我刚才在拍，我刚才在台下还录视频给我爸爸发。哦，对，93年，对不对？93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呢。刚才你骗谁你？哎姐，我4岁是没错。敢不敢说5岁？哎，春梦老师还真是，因为当时呢，我们听到这首歌，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大概是中学、初中。那时候其实对自己喜欢女生的那个模样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有了改变，觉得她就应该是大眼睛，辫子又粗又长。但那会儿好像已经没有辫子了。有马尾辫，马尾辫，但是没有那种编的，类似于这样的。你看，我们今天特别为了配合老师，我们都做出了小芳的，但只是这个真正的小芳姑娘，她是眼睛大，但是辫子又粗又短。这已经不容易了。但是这次来到音乐现场，因为也是春梦老师带来了全新的作品，对吧？对，岁月。对，哎，这张专辑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因为那个，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岁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段难忘的岁月。那我呢，是用音乐记录这么多年我的所思所想，同时呢，也感恩生活带给我的所有过往。岁月这张专辑收录了多少歌？10首歌。10首歌。对。其实都是把您这些年的一些过往跟经历总结了之后给大家的吗？对，都大部分都是有感而发的作品。包括其实整张专辑当中，就有一首歌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看到了这3个字儿，突然间会觉得说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是的，对。迁户口。迁户口，对。为什么您会创作这首歌？因为这个户口跟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啊，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它承载了这种深厚的这种故乡情缘。没错。像北京我们好多北漂，我们在办理各种证件的时候依然要回到户口所在地。对，没错。真的，户口真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是。那随着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我相信有一天迁户口这3个字可能又成为我们的记忆了。这是历史。这个也是我写这首歌的缘起。太棒了。那接下来呢，这样我们一起慢慢的去品味一下我们春波老师带给大家这首歌，叫迁户口。来，掌声欢迎。鲜红的印章，住校2个字是那么的轻狂，5分钱硬币就了断了一切，告别一座城市，我不懂得忧伤。生命在人间成长，户口有我的名字和亲爱的家乡，那一个年代已不在乎一切，傻傻的我们要去遥远的地方，少年
年的漂泊，多少年的奔忙。好听哦，谢谢。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有一件事想问一下您，平时呢可能在一些活动跟演出当中呢我们能碰到您、看得到您，但是在节目上很少。哦，对，这个有些年没上节目了，因为之前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就没顾得上唱歌啊。您去做什么了？前些年去做了一些影视方面的事情。听说您在最火96年的时候，您当时去电影学院进修去了。对，96年去电影学院读书。1996年已经红遍全国的李春波，悄然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自此他的导演之路正式启程。时至今日，李春波成功导演了多部影视作品。那接下来，我们的李春波导演会和我们的主持人擦出怎样的火花呢？选演员的有的时候，导演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吧？对。那接下来呢？其实你看，我们这边每一位，我们其实妄想做演员，都妄想做演员，本来就是演员，好吗？对，从演员才转做主持人。你是演技，我觉得你们就是演员的料。你们想干嘛？你们想让把我们推荐给李导是吗？对啊，就是我们现在三个人，就是李茂，对，方玲、思思吧，咱们三个人，一会儿呢要通过表演考试，还有理论课考试，看你们谁更符合我们导演的要求，没准接下来我们导演的下一部戏就会带你们去演。准备好了，来来来，接下来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拭目以待。方玲同学，你面前有一个蛋糕，这个好像吃的是臭豆腐馅，还是辣椒水？跳二郎腿有难度吗？你坐呀，坐。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特别奉献李春波《岁月》首唱会。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云南卫视音乐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大来宾就是李春波，欢迎。是的，那同时娃哈哈营养快线提醒大家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大礼包一份。是的，春波老师也带来自己的全新作品《岁月》啊，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啊。谢谢。接下来呢是这样，您作为导演，我们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三位演员啊。首先这第一堂课呢就是表演课，学习一下。对，一会儿呢让他们来进行表演，您看谁表演的最好，给予他们肯定。好。如果说表演的很烂，您就直接说下去。好，好吧，好，下去重来一次。表演的很烂，不用挨打吧？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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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没试过戏，不知道。那个果巴掌算挨打吗？果散。是这样啊。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出第一题。首先要接受考验的是方玲，方玲同学，你面前有一个蛋糕。是的。对的。对，然后呢？就是你在吃蛋糕的时候，老师随时告诉你，哎，可能里面是辣椒或里面是芥末，你要做出那个反应跟表情，好吗？好。好 ，OK。我瘦的时候在上海，我是广告小天后。什么？该不会拍的都是面粉广告吧？我经常拍食品的广告。那你就给我今天拍一个芥末馅的吧。好吗？好，好，好，好。芥末馅的是吧？好，来。哎呀，你看吃起来好调皮，哎呦，酸呐、姐，好像吃的还不够。哎，你看看，哎，导演要求吃的不够啊、哦，吃的不够，再来一口。哎呀，哎呦，这戏还不错哎，吐出来，眼泪。这个好像吃的是臭豆腐馅儿的，好像不是芥末的那种正常反应。哦呦，出来，眼泪出来了。哎，像哎，来点青辣椒跟红辣椒的馅儿的。再来一口青辣椒跟红辣椒。辣椒红辣椒什么味道啊？就辣味啊，辣呀，那肯定是。青辣椒可能还好一点。好，青辣椒，红辣椒版。哎，品了一下。哎呦，现在辣到嘴唇了，哎呀，好渴！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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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一杯无实物的水，没想到哎呀又是辣椒片，辣椒水。哎，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泼到了对方的脸上。好，接下来下一位，下一个演员要跟大家说一下，这边是个凳子，嗯，但是您随便难为他，您把它说成床都行。反正他必须要完成就对了，必须要完成。对，木木老师，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铁丝编的，估计站不上去。站不上去，躺上去也够呛。对对对对对，那就先让他坐呗，慢慢再发展故事。还是先坐吧，啊。哎呦，坐上去还有点帅气。你觉得翘二郎腿有难度吗？应该没有难度啊，对于领包来说，他天天健身呢。毛裤看见了啊！哎，你坐呀，你坐呀，坐。哎呀，翘二郎腿。这个很真实。对对，这确认真实。嗯，发现哎，凳子是自己的传家宝，是爷爷留给你的。嗯。被你一屁股坐坏了，怎么办？爸爸珍惜了40年的这把凳子。传家宝哎，传给到你的手上，这把凳子是原来乾隆爷坐过的。乾隆爷多轻啊，我岁数。其实这时候爸爸突然走过去告诉他，这把凳子是假的。哎，儿子，这买一道菜，绝不被占便宜。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啊。好 ，OK OK， 谢谢谢谢爸。好，接下来林思思，请做好准备。林思思表演的是要拎起麻袋。你上面写着50公斤，那你应该就是拎50公斤的这种重量的这种感觉，是吧？别是你，50公斤的100斤哦，相当于。林思思，你别装了，我平时拎50公斤杠杠的呀。50公斤什么东西？主要我这么轻，拎这么沉的东西，实在是我手无缚鸡之力。你没错，你们知道的，50公斤也就是100斤，才相当于思思一半的体重，才相当于思思一个大腿。然后呢？你哎，等一下，你这戏要做足啊，好不好？50斤大米，要把它甩到肩上。哎，接下来换了，想一想。50公斤的棉花，它还剩50公斤啊！哎呦，你不傻。接下来再想一个辙啊，50公斤的男朋友，那我要抚摸他。好了，这是真实的表现啊，非常好，谢谢谢谢这位第三位演员，谢谢您的表现。嗯，好嘞，啊，谢谢这位，请记住导演，请您记住他的名字，他叫田彪彪。是啊，是啊。好，接下来朱木老师，您来做点评一下，您觉得谁更符合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演员？嗯，他们三个都有优秀的地方。嗯，像那个小芳呢，吃芥末的时候不是特别像，反而吃辣椒的时候。有点像。哎，我有研究过辣椒跟芥末的区别。哎呦，你帮我们演一下，一二三，芥末。芥末是会往外吐气。哦，对。辣椒是，对，往里。芥末呢，主要是鼻子，主要是鼻子比较难受。那辣椒呢，就是口腔很难受。啊，了解。对，真的是学表演的。接下来我真的研究过。对，我们的朱木老师要点评一下你刚才那段表演。帅哥呢，表演的也不错。无实物就是那个凳子跟无实物差不多，就是坐起来很艰难，基本做不到。最后思思，思思也不错，就是这个麻袋呢，刚才它有那种分量感，有那种分量感。但是咱们这个因为不是正式的这种表演嘛，但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尤其是最后摔倒那一下也最真实。是真实，抚摸男朋友，因为男朋友摸，对，因为抚摸男朋友可能不让摸，推他一下可能倒了，所以这个反应最真实。等一下，田思思的命太惨了，连男朋友都不让他摸，连一个麻袋都不让他摸。那为什么当我男朋友？三个人当中，咱们这个矮子堆里完了拔高个，您认为谁？还不错，都不错，就是他们的这个。您必须得选一个。那我们这个戏就需要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呀。哎，郑导演，
对啊，导演我要演女的，对这个人物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好，接下来咱们第二课，也就是理论课了，有问题要问一下你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演员是性格重要还是长相重要呢？三位请作答。好，接下来请亮题吧。我觉得应该没有疑义啊，肯定对，你看答对了。方玲我一猜就是长相、礼貌、个性魅力。对，我觉得说性格不太完全，那其实就是偏性格。对，后两位是因为没有长相所以直接写性格。我已经忽略我的长相了，我当花瓶太多年了。哎呀，花瓶也有残次品跟好的。那个我们现在有答案了、长相、性格哪个更符合您的心里面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如果我选演员的话，可能第一考虑的是长相，因为这个长相如果跟人物很接近的话，那你就对了一半。是哦。好，接下来第二题，拍吻戏一次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个可能需要规定情境，比如说有的时候不需要方玲知道的情况下让礼貌去吻他，那结果拍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反应是最真实的。那好害怕礼貌直接就打我。不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真实的。哦，好嘞，真实的反应。来，写下你们的心里面的答案。三位请亮题吧。我先看思思，你这边是什么？搞突袭。对，搞突袭就直接吻下去。对，不管他的反应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哦，礼貌那边其实说的挺好，不笑场这个必须要啊。方玲的，你的答案真的是男主角特丑，吻戏肯定不想再多来一次。好真实。但是万一男主角他想多来几次呢？对呀、啊，他笑场是不是？哎，所以说哪个更符合您心里的答案？突袭还比较靠近，因为我觉得不笑场，对，我觉得好多演员应该做到的。好，接下来第三题，记不住台词怎么办？来，请亮题板，思思，被骂怎么办？我是说让你想办法解决，你说被骂，直接接受被骂，肯定会被骂。对对对，礼貌这边来说，他一般不会。我记性好，真的是。那接下来就能把台词背住。方玲，你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记不住台词过。哇，你这个比礼貌还不要脸，礼貌你直接写出来，你就觉得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很难回答，有什么好记不住的？啊，对啊，那如果记不住台词的话，我觉得。那就使劲记呗，这会儿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吧。如果台词记不住的话，说明平时不用功。对，如果你要用功到了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将情补拙、我觉得要不然就改词儿，就记不住台词儿，然后到片场说，哎，我觉得那戏有点不合理啊，导演，要不然我们改一下。现在很多编剧跟导演特别讨厌演员现场改词儿，哎，因为那个台词都是编剧之前经过深思熟虑写的台词，所以你看好多编剧都不希望你多一个字少一个字，语气强重音他都不希望你改变。所以这个我们尽量做到不改，如果你有真的有更好的主意，那也不妨试试，没问题。 OK， 开两条嘛。好了，那我们这个问题也考验完了，相信我们的这个春波导演最后的答案是这部戏需要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对吧？对对，没有灌压剂啊。还有需要增加的吗？有啊，再加另外一个男生吧。再加一个哈。对对 对， 对， 对，需要一个场记。哎，好。哎，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到唱歌的部分了，好吧？岁月送给你，有请。始终是快
小芳这首歌一下子就红遍大江南北，半年之内销量就突破100万的大关，所有人都没想到，真的是有这个人吗？这个歌呢，说实话跟我的生命是一样的，把我这首歌的版权卖到全世界各地，我必须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音乐现场特别奉献，李春波岁月首唱会。是音乐现场，各位好，我是张鹏。是王哈哈营养快线提醒大家关注云南卫视音乐现场的官方微博，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大礼包。是的，我们还是要聊回您最红的那首歌小芳啊。说到这个小芳当时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小芳真的是有这个人吗？真有这个人。我哥哥姐姐他们下乡那个地方我还真去过，那个时候我很小，因为小的时候没有旅游，就放寒假暑假的时候我就去哥哥姐姐他们那地方去玩，结果在那个地方呢真看到一个就是跟歌里写的这个姑娘长得一样的这个姑娘。哦，那时候我就想，我说快点长大我也当知青，我也来这个地方就能天天看到她了嘛。哦，因为那个小芳不知道是村子里边的还是知青，我觉得这也不重要了，因为他们是一个群体了。嗯，所以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少年的那种经历真的很重要，那种记忆啊。但是您应该也没有想到说小芳这首歌一下子就红遍大江南北吧？啊，真没有想到啊。而且不光我没想到，所有人都没想到。当年的这个专辑销量，现在是很多歌手望尘莫及的，根本做不到。对，当时半年之内，小芳这首歌的销量就突破100万的大关。白金销量，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比如说你卡带啊，你如果卖出100万个。那你等于说一个卡带，当时我们是借来借去的嘛，对，借来借去的嘛。你比如说我买了之后，可能我的同班同学都能听到，也就是说，我说一个卡带，我十个人听，当时有千万的人都拥有过这个卡带。听那会儿还有录音机可以转录，对，还可以转录，有双卡的，对，对，就自己录制的，然后喜欢的歌都把它录在一个盘儿里面，而且那时候。音响店会立俩喇叭在那个门口，每天都在放啊，这真的是。对。但是我想问一下，您突然间知道说，哎，我好像红了。啊。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是，当时在广州已经很红了，当时广州很红，但是去外地我还不知道，因为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电台的排行榜嘛。我记得第一次演出是在广西南宁的一个八桂小姐的一个颁奖活动。我去那儿，结果到那儿可能是这张唱片发行几个月三个月以后，结果去那儿演出的时候发现广西也是到处在放这首歌，完了演出的时候也特别受欢迎，接下来可能就安排的演出就比较多，什么西安啊上海这些大城市都去，结果每到一个城市都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就觉得啊，可能已经全国人民已经都知道这个歌了，轰动全对。小芳的走红成就了李春波的音乐之路，然而时隔多年，李春波却因为这首成就其一生的作品陷入了一场维权风波。2014年5月15日，李春波在微博发文称，已正式起诉某香港歌手，指责其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在其专辑歌曲中部分使用歌曲小芳的内容。我想通过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增强这个法律意识，尤其是呼吁更多的人关注，高度重视我们国家的保护，那个版权保护。因为这个歌呢，说实话跟我的生命是一样的，就像我的一个孩子。这首歌因为前段时间侵权的事件，是他把我这首歌的版权卖到全世界各地的管理权都不在我这，跟我没有关系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这样。还有一首歌，就是前段时间大家可能看过一个电视剧，里边有一首歌《忽而嘿呦》，这首歌呢，这首歌实际好多人不知道是我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电视剧里边没有署我的名字。哦。啊，因为这个歌呢，就是你不署名的话，那属于侵犯作者的权利嘛。所以有好几件事加到一起，所以我之前才有的这个维权行动。接下来呢，又有一首歌，现在全新创作的。对。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下您创作出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起了很多小时候姐姐对我所有的好，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刻骨铭心。第一件事是我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他就用一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把吉他。哇，我也是从那儿开始走上了音乐之路。几年之后我离开沈阳来北京的时候，我姐姐那会儿还没结婚呢，把准备结婚用的四大件之一的自行车给卖了，给我凑路费，为了支持我追求音乐梦想。所以这两件事情如果没有我这个姐姐，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李春波。是，所以这首歌呢就真的是写给，是为了报答姐姐写的，当然是写给我自己的姐，当同时也送给天底下所有的姐姐。 也祝天底下所有的姐姐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太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李春波老师来到我们的音乐现场，其实不光说有现场很多的我们的观众特别期待您这张全新的专辑，相信圈内的很多好友也发来了祝福。我们接下来直接看一下好不好？来，请看 VCR。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要祝贺李春波的新歌《姐姐》正式跟大家见面了。这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感人的歌曲，听到的时候内心被深刻的激荡了。这首歌呢也一定会打动很多听这首歌的朋友。从小芳到一封家书到姐姐，每首歌像散文一样从心里流淌出来。姐姐这首歌曲非常的感人，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大家像多年前的小芳一样，一如既往的支持姐姐，支持李春波，支持姐姐。祝我们这张新的唱片大卖热卖，常听常唱。姐姐
姐姐你美丽如莲花，姐姐姐姐我用音乐报答。那是我们还年轻十七岁那年的雨季，穿不穿的睡在船。我刚要唱这个，这么快就获胜了，我不战而胜。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现场的新浪官方微博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大礼包。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李春波，欢迎，欢迎，欢迎李老师。谢谢。接下来这个环节叫那是我们还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游戏环节由张鹏担任裁判，并给出题目范围，要求参赛选手根据题目范围唱出记忆中相对应的歌曲，接唱失败则淘汰出局。究竟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我们接着看吧。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唱歌了。首先出的这个第一个题目是唱跟天气有关的歌曲。天
天气哦，嗯，其实很多呀，雪呀、啊、雨呀、啊、风啊，从礼貌吧，来来来，来礼貌开始。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错。天不刮风，天不晴，这个、天上有太阳。没不说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来了雨，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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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林志颖的，没错，接唱。嗯，我想好了。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这个唱的好，这个。很想和你去吹吹风，哎呦风，哎呦风，有风。虽然一时不同时空，这个后面跑掉了，对，但是 OK， 有风，了解。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的。微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哇，好多呀，雪。来来来，然后那个我最喜欢的女神的那个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英文都出来。哒哒哒哒哒，雪，哎不，雪。这是两个，但都是范晓萱的，对吧？一个 rain， 一个雪人。OK， 哇，好漂亮。用俄语唱一个。那个，俄语是不行。铁丝三。等会儿那个云不转那风在转，风不转那水在转，到底怎么转？但是肯定有风雨什么玩意儿，我有点记不住词儿了顺序。那不行，那换一首。风不转那，换一首。山不转水转。二。山不转那水在转，是也没有风啊。好，田思思淘汰。宇哥，你稍微休息一会儿。接下来有云的。哎，我到了是吧？激烈，对啊对啊对啊。天不刮风，天不下雨。淘汰，看过了。看过了。好了，接下来就只有我们的方玲跟我们的春波老师。我先来，来，您先来啊、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春波老师，这唱过了，这个是礼貌。我刚唱过了吗？对，第一个唱的就是这个。他唱的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可以。对，但是。没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那我下去。就是说，在这个天气类当中的话，最后获胜的，没想到是方晓玲。没想到我获胜了，我不战而胜。你刚才他那个，谢谢大家的掌声。他这俄语唱的好。好，这结束了是吗？没有没有，这只是第一次，第一趴天气类的。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出题了，请做好准备。我们接下来要出的这个题目是。唱跟哥哥和妹妹相关的，只要歌词当中带就好。我先来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哥哥妹妹？抢我的歌。好，有一个就行。有哥哥有几个好哥哥、好哥妹妹啊。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懂得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是否忘啊？好想唱。哎呦，你真的暴露你年龄。方龄三。妹妹你坐船头，漂亮。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你那别算火了。有一个进城，然后哥哥跟妹妹什么来着？三霓虹灯什么那个？二那个啥呀？一哎，那等会儿我知道那个你究竟有几个？唱过了，九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算你过啊！下个淘汰，来来来，李梦嫂子，嫂子唱歌吗？哥哥妹妹都是亲嫂子，嫂子不算，不都是亲戚吗？不算的。那我还唱，那我还唱世上只有妈妈。哥哥的老婆嘛，靠得近啊！不行，赶紧。大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激动的破音了。我刚要唱这个。来，春波老师这样。妹妹，你大胆的向前走。太厉害了，高粱啊！来，方玲。阿哥和阿妹情意深，好像那真浓浓浓。有了，有哥有妹。OK， 算过来，思思。那个过河，过河，过河。怎么唱？
过山怎么用？过河三啊、二过过河干嘛？妹妹溜船，在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首甜甜的歌。算你过来，礼貌三二一，嫂子，嫂子借我一双。你没有，你没有哥哥吧？那还好，哎呀，你要有哥哥真的替你哥哥捏把汗。我真没有哥哥。好了，那这样这样，你既然一直想唱嫂子的话，那你就到下面稍微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好，好，缓一缓啊。谢谢哥。不会这么着急吧？OK 啊、接下来我们请继续 PK， 还是唱哥哥跟妹妹有关系的歌曲啊。妹妹找个泪花流，哦，好听哦。接下来完了，难为到他们俩了，都被歌王家加油。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哒哒哒哒哒哒，你是我心那爱一首歌。但是方玲，这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那是歌曲的歌，不是哥哥的歌。你看出来了，当然，哇，来想一想，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哥，哥，等一下，二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刚才唱过了，刚才唱过了。方小玲淘汰、救我救我救我，老师救我，快复活我。你给我过来了，吃重生药呢。哇，东北歌王，东北歌王，东北歌王和歌后 PK。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到底谁能胜出，还是跟歌有关系的。歌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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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可以吗？你唱啊。完全没有，歌姬不行，我知道。你需要隔进我啊。对，你赶紧唱啊！九哥，哎，漂亮过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春波老师来这边接。这仨字儿就给我制住了哈。对啊，他最后的一句真的是一休哥。哥哥，你走西口，走西口，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太棒了，那接下来田思思。我真的，我的曲库里面可能哥哥姐姐的也就这么地了。也就没有了。是让着我。猴子，没有人场外啊。猴子借我。哎，但我知道，春波老师好像有一首歌是姐。那姐姐。对，姐姐。哎，咱们现在说哥哥妹妹是吧？现在没有，嫂子和姐都没认输了。那姐姐也是。认输了吗？认输了。我认输了，歌王。不敢不敢。承让。以后还是安静的当我的歌后吧。承让承让。所以说，在这一环节获胜的就是我们的李春波老师，恭喜。承让承让。赢了，实至名归。而且那个大哥经常唱出一些我记忆深处好远好远的歌，就是那种就是父母辈会常常唱的那一段老歌。当然了，这是经过了这个岁月的洗礼之后，确实积攒了很多。而且有些歌曲被我们的春波老师唱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特别的感动。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首歌，相信大家也特别喜欢，《快递门口》一封家书。对，这个也是当时这个是真的是按照一封家书写出来的吗？还真是。那天我就说想给家里写封信，结果写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跟以前内容差不多，我说干脆灵光一现，我说写首歌吧，结果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对，我还记得当年听这个春波老师第一次唱《一封家书》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就是那种突然有人可以把你心里话讲出来的那个感受非常明显。对，就是你在想说怎么可以有人把游子的心情描述得如此之准确，且如此之朴实。没错，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每一个第一次听这首歌的人的那种集体的感受。对，也希望今天在场的观众，经常给家打打电话，写写信，完了过年的时候都回家去。对，没错，多陪陪父母。可能现在尽孝要趁早啊。对，可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因为当时听那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都就是把你的情绪勾出来，就相对来说比较伤感。你比如说自己就作为孩子，我都会很容易哭，然后父母听到这首歌更是受不了。那您作为您自己和您的父母，就本身这信写给他们的，对，他们听到之后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基本上不怎么听，说实话，一听的时候可能就会想起很多我小时候的事，他们会难过，
所以那个他们很不太敢听，嗯。所以这么红遍大江南北的歌，但是您的家里的这个二老却不太常听它。也听，但是嘴上说不听，实际也听。我估计一个人的时候听，包括我回去时候还跟我开玩笑呢。他说：“你这孩子可会买东西了，买了个毛衣，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所有听过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东北人特有的幽默。是啊。接下来呢，相信这首歌带给大家一定能唤起大家的记忆，美好的记忆，叫《一封家书》。有请。喜欢李春波老师的作品的话，除了看我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进行微博的互动。娃哈哈营养快线提醒大家，只要参加微博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大礼包哦。就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李春波老师，谢谢谢谢，下期再见了。